一台一台的车呢，就是总统今天来赠送给我国友邦圣文森来作为警力支援专用的这个车子哦。那总统这么认真的呢，在拼外交，不过呢，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现在决定要来代职参选总统，他把火力呢都放在攻击这总统蔡英文，甚至说他这个能力不太好，做事也不太好。那总统今天呢，火力回击，赶快来听听看。这个我做的好不好啊？自有人民跟民意来评断嘛，哈。但是我现在在做总统，拼外交也是我的重要的工作。那我现在很专心的做总统的事情。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了。现在有工作的人就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的努力嘛。好，那总统呢，从这个韩国瑜的代职参选呢，还有这个能力的问题呢，他都一一的来破解。那总统呢，这一次在这个友邦这个出访行程非常的密集哦。那回程的时候呢，他会经过美国丹佛。那中国大陆呢，现在又不高兴啦，这个发了声明说呢，这个蔡总统是挟洋自重。那总统今天也很不客气的回应说呢，到底什么时候呢，这个我们国家的事情呢，需要外人来说三道四，非常的呢直接的来回应中国的各种挑衅。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